蒙特拉维尼亚酒店是斯里兰卡留存至今最古老最重要的殖民建筑之一，也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传奇见证。1806年，大英帝国的西兰总督托马斯爵士违背常理，与有着僧伽罗血统的性感舞女罗维娜坠入爱河，他建立了蔚为壮观的蒙特拉维尼亚官邸来展示他们的爱情。而今，他们的浪漫传奇依然在这古老的蒙特拉维尼亚酒店中得以传颂。这一酒店在殖民宫殿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保留了原建筑风格，建筑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是斯里兰卡重要的历史遗迹。宽广的海滩，壮丽的海景，能够俯视整个海湾和观赏日落的阳台，超凡脱俗的环境，还有雨后横跨酒店的浪漫彩虹，这些仅仅是情侣们选择在这里举办婚礼和蜜月旅行的一部分理由。蒙特拉维尼亚酒店西区狭角，三面环海，210间客房不但舒适、精致、独特，而且每个房间都可以听涛观海。在总督之翼、殖民房间、海景房、殖民套间、海湾景观套间和大洋景观套间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英领殖民时代的优雅精致。蒙特拉维尼亚酒店，面朝大海的殖民辉煌。